比我更专业的人不多。公式相声李博士谈八扇屏。八扇屏一共八个事儿，对吧？一共八个事儿，对吧？李博士，全本八扇屏不只有八段，而是一系列古人典故的代称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至少也有30多段留存于世。德云社曾经也多次演出过超过八扇的八扇屏。李博士，您到底听过几扇啊？莽撞人听过没有？莽撞人是吧？是不是张飞啊？是不是？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啊，但是肯定里面有张飞。合着您连莽撞人的内容都咬不准，就来普及八扇屏？这是血外行，大动脉上的血外行。我外行，我骄傲，好吧？高尔基教导我们说，你不要这个样子。就那个传统相声那个包袱，我真的从来没笑过，不知道你们怎么笑出来的。还有人觉得八扇屏好笑，还真有，真有，这叫笑点太低了。这种东西都觉得好笑，我也无语了，实在是。李博士，您说不好笑，是不是以为八扇屏这段相声只是一段贯口？建议您去听听二赵、高范等前辈的八扇屏，不仅人物刻画生动有趣，而且现场笑声不断。你创作那个能跟八扇屏比吗？确实比不了，比他好笑多了。是天老大，他老二，他没有他瞧得起的人，但是都允许。按照天津人讲话说，就是没挨过打。我1米9，200斤，谁来打？谁来打？奉陪。我打不过他。这个是差的啊，就是。您来这，郭德纲又打人了，嘿。